喜欢我的乳房吗？很喜欢。徐伟宁裸身告白潮催泪，林依晨得知冲击结局。这样你才会是我心里永远的微笑。我不是他的微笑，只是他的谢谢。不够善良的我们，林依晨饰演简清芬，一直觉得老公心中最爱的是旧爱，也是前同事 Rebecca 徐伟宁，把他当假想敌，毁掉自己的婚姻。哎，我这个客户真的很可怜呢，才四十，本来给我买个退休险，结果哦，健康检查乳癌。40岁哦。嗯。震撼的消息让简清芬想和 Rebecca 和解。我靠！漂亮吗？喜欢我的乳房吗？很喜欢。我下周二切除。切除什么？乳癌。这样你还想跟我谈恋爱吗？你那时候就应该紧紧地抱住他，给他勇气。你们男人就是他妈的不懂爱。然后你叫他死了，我怎么办？要是我中途受不了放弃他怎么办？确定是乳癌的那一天，我满脑子胡思乱想，乱七八糟的。后来我竟然在算，我那个即将失去的乳房，到底有几个人看过？原来只有12个。想念我的乳房吗？它漂亮吗？真的假的？那你有传给？我呢？有吗？而且我们还见了面。不是走了吗？你就是想要亲眼看见我死，你才安心。我要同情我。这不是同情。是妒忌。我传讯息给何瑞芝的两天后，才收到了他的回复。很想知道后来吗？答案在我的手机里。该嫉妒的人其实是我。对不起，是我作茧自缚。